clear of the closing doors, please. Going insane. Got a problem to fix, can we face tonight? 大战果然还是有电梯的，但是找了好久。这个没有防护也太刺激了吧。到处都有雕像，还有鸽子。纽约真的超多直升机，我已经看过好几次了。托运行李跟安检都超级顺利。没想到机场居然还有乐高店哎！其实我那个我住的 Airbnb 附近，好像有个百货，不是好像是真的有一个百货公司，不知道那里有没有乐高。但我其实没有空去那边的百货公司逛，因为想去的地方太多了，能去的地方也太多了，感觉实在是去的太短了。我本来想说这边有卖纽约洋基队的东西，也是挺有纪念价值的，结果看起来都脏脏的。这其实蛮好看的，而且也没有很重，10.99。以这个大小来说偏贵，但我不知道这个材质是什么，玻璃吗？可是它是雾面的。这有雪吗？有哎。12.99。这里的帽子倒是还不错看，看起来质感还 OK， 但都好贵哦，45.95。比我前几天看到的波士顿的都还贵，果然是真球队。这连黑色都好有质感。而且它的帽有很多都不一样哎，这是扁的，这是有凸的。我刚刚一开始是看到这一顶，这有点深蓝色，不是全黑的，蛮好看的。然后这个也是42.99。这里有写布鲁克林纽约，下面的。也很好看，看一下哦，39.95。这个是不是洋基吗？所以比较便宜。这里好多纽约的帽 T， 我真的觉得美国做的马克杯都还不错看哎，除了星巴克的以外，这上面有。美国的食，纽约的食物。哦，这个我一直在餐桌上有看到。哦，好难拿。Take out。这个看起来好像包子。Pickles，Pickles 算纽约的、哦。披萨我吃到了。
这个我也在餐车上有看到，可是我没有特别吃。Hot dogs 我还好，到处都有。哦，这个机场，怎么长这样？小小的好可爱，但现在老了以后好像用不到小小笔记本，现在电子化的时代。这个5.95，贵贵的。是信封哎、欸，这也是5.95。49.95，跟帽子一样价钱了。这个彩色的有点太滑，但这个紫色的还蛮好看的耶，这个也很可爱。看一下价钱，这个15.99，这个15.95。自由女神大苹果，这个是某一栋建筑物，叫不出名字，布鲁克林大桥。嗯，11.95，墨绿色蛮好看的。哦，原来这里还有奶茶色。好，看起来好好喝哦。等一下想找饮料喝。我的班机一直延，有点延太夸张了，从12点延到4点。这是什么意思？这也太……这是送人应该会有点，人应该会不高兴吧？感觉像整人礼物哎。刚刚忘记照，这是7.95。7.95，这其实还不错看，还有大的。旁边是粉红色的，这个比较好看。10.95，差3块，差3块大小也差太多了吧？纽约大袋子，39.95。它这个有点金色哎。非常淡的金色，不仔细看看不出来的金色，有点银金银金的。刚才忘记拍价钱，8.95。这个小杯子真的很可爱，布的7.95，透明的，一样。里面还有 I love New York 的 T 恤，帽 T 的话是54.95，这是帽 T 吗？哎，这也是帽 T 哦，那它没有短袖的价钱。反正帽 T 有白色跟黑色。这个14.95，然后这边有纽约的纪念碑。上面好像大部分都是纽约的食物，这个是22.95，然后这边有纽约的马克杯，看一下哪里有价钱。12.95，怎么
觉得12.95好便宜，我的价值观已经快崩坏了。这里还有一个水壶哎。22.95，水壶都22.95。OK， 班机延误4个小时，搞得我可以非常认真的逛机场了。降下来的水还有星星雪花圆形的形状，好强哦。这个机场地板好晃。这个真的不是我在晃，是地板在晃。哦，它还有投影哦。上堂耶，好圣诞节。星星，星星跟圆形，还有雪花，哇，它真的很漂亮。棒球帽怎么比洋基还便宜？看一下，哎，他每次第一个都不会有价钱，33块而已。这马卡龙也太大了吧！刚刚我一个手掌大小哎。哦，有紫色的马卡龙，看起来就不好吃哎。有，这是姜饼，拿。哦，纽约的毛衣。看起来普通。
企鹅，我刚才正在看机场有什么东西不错吃的，这一间是评价最高的。但是这边的 gate 离我的 gate 应该是非常远，这边好像西南航空，但我是美国航空。差点忘记这边的 gate 还有 Shake Shack， 但我想说达拉应该要吃个达拉斯那边没有的东西。我买小熊的店，这机场也有。现在东西少很多，娃娃倒是很多。我在那边找不到 A， 终于在机场找到了。刚刚那边一大排也都没有 A， 这边柜台这边才有。这里有个 I love New York， I love LGA。但我现在班机被 delay 了4个小时，我一点都不爱他。这里有 bagel 三明治，我看一下。他这样好像评价还不错。隔壁的也很有名。这边还有那间很有名的那个起司蛋糕，哦，它广告也是用草莓的。看不到。我今天早上才刚吃完的，价钱一样，9.95。这个是什么蓝莓吗？哦，对，蓝莓。还有覆盆子、凤梨跟原味。这个是什么？这比较贵，好大哦，巧克力，这更高哎。然后那边有红丝绒。哇，它汉堡好小，好可爱，8.95。这个是什么 cheesecake， 很小哎，还有巧克力的吗？嗯，这间肯定是纽约的，毕竟都叫 NY 了。看一下有什么，哦，甜点，哦，这个是莱姆哎，好漂亮哦。拉米苏看起来好好吃，哎，可是为什么没有价钱？哪里有写价钱吗？这一杯子蛋糕听说很有名。其实我买香蕉牛奶的那香蕉奶、香蕉布丁的那一间那个杯子蛋糕很有名，但听说超级甜，所以我就不敢买，我很怕。哎，看起来很好吃哎。我喜欢吃这种。一颗大苹果。草莓的看起来很好吃耶，优格。美国的店员实在是都是雷雷的。我刚明明点那个 blueberry flex， 结果他给我打 pineapple， 我以为他乱打，结果他真的给我 pineapple， 所以又去重新，他们又重新做了一次。因为我跟他说我点的是 blueberry。这个背光有点，这个颜色看起来比较正常。
3 hours later. 飞机误点了5个小时。我中午喝了一杯蓝莓冰沙，蓝莓优格冰沙。我本来以为这样就可以了，因为结果它一直 delay。现在几点啊？四点左右了吧？所以我想说，不知道它会不会又继续延，干脆买个那个 Shake Shack 好了。我这次点没有吃过的，叫什么 Smoke Shack 还是 Smoke Burger， 我不太确定，忘记了。Remain seated with your seatbelt fastened and pull the mask down to start the flow of oxygen. Place the mask over your nose and mouth and put the elastic band over your head. Pull the straps to tighten and breathe normally. You should always...
seated with your seatbelt fastened until the seatbelt sign is turned off. We all have our reasons why we are on this track. Oh, we all have our burdens, yeah, but we just keep on fighting that we never look back. Here we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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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us heal and grow. You won't be alone, we're unstoppable. Don't be afraid to show what we're going for. This is what we know. Here we come, my tears are still breathing. Standing up, everybody's gonna see it. Oh, all you need to know is that we're holding on. Even if we fall, we will rise up and